有着台湾最早第一批下海的女人。后面很激动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这个要煮了。弟弟，你饿了吗？快！拜托，不要在家里买种积木的玩具乱丢！你不要拉我！我觉得我真的不行。是现场的三位 ，Kiki 是谁？妮妮，哟，洋洋，嘿。平常呢，我们这些美丽的直播主都是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带他们走出直播间，体验人生，体验不一样的世界，长知识，体验不一样的生活。先说一个你觉得你自己很聪明的事迹。因为我知道一加一等于二。就这样，高中三年都是国文小老师。哇！我没有吧？既然大家都觉得自己有聪明的地方，就来考考大家。来，台湾本岛的最东边在哪里？不是台东吗？我也觉得是台东，好像是台东。逻辑推理是不是在东北角？我来念给大家听。台湾本岛的极东点就在山雕角灯塔。这座有着台湾的眼睛美名的灯塔，建于西元1935年，是每天迎接第一道曙光的地方。那在这里啊，天气好的时候来看一下，后面可以看到相当可爱的一个小岛 ，Turtle Island。那个天气这么好，岛屿这么漂亮，有什么新的感想？我觉得大家要好好的保护海洋。而且你如果涂防晒下水的话，你就会看到海面上都会浮着一层油。我觉得这边很像，有点像是小希腊的感觉。有一点点呢，是白色的。对，然后那个阳光黄金十二宫。有在看圣斗士星矢？有。双子座超帅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马冈渔村，这里有着台湾最早第一批下海的女人。让我们邀请我们的凤娇姐姐。嗨，欢迎！我都叫姐姐，因为真的姐姐气质很好，很漂亮。平常可能70岁了，哇，出来了，出来。那个凤娇姐姐，这个手上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一年四季哈去海边捡那个，就是用这些工具啊。这个下去把十块钱应该带这个袋子带回来，绑在这个地方。原来如此，绑在腰上。然后一定要带一个头套，头环是滑滑的，挖进挂下会滑掉。啊，对对对。一定要带，目前是用这种大蛙镜，它50年前是用的是这种的小蛙镜，好小哇，这就是手工自己挖的，哇，自己做这个好厉害，还要配我们的眼睛呢，不是讲这附近大家拢会在用，我刚过来的咪，这样子吗？对对对，这样子，而且绑在后面的，看一下上面要用那个眼睛嘛，绑在上面嘛，对对对，有没有戴上去觉得视力特别好？有啊，我觉得我看起来变得更聪明。大家好，我是内内。我是3年的高中国文小老师，加海海吗？并没有，不要瞎掰好吗？我们今天来可以抓到那个十颗，啊，十颗哦，正回美的时候，正回美的时候。好啊，也可以下去把一些石花菜。我们下海前一个要穿草鞋，那我们目前是穿这种鞋。那你们要你们来了嘛？要体验一下50年前。好啊，我们要体验古早味。我们就把那个工具给你们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敲科了。穿进看看，从这条线穿进去。这一条线拉过来旁边哈。拉过来旁边。左右拉。对，拉过来旁边，拉过来以后就可以了。没有分 size， 绑紧就好。然后就拉到中间来，有点复杂，对啊，就好了。那真的要常穿才会知道，哎。关系穿这个比较不会滑啦。脚底板怕烫。好大哦！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！你们从头到尾都让阿姨服务你。对。我们都不会穿呢，你走，所以能夹脚拖了。我尽力了，不要穿这样，不要穿这样，这样危险，这样等一下会刺到，不行。哦，好，可以，混搭风，混搭风，可以就好，可以就好，好，开始。哥，很多蟑螂，啊，有没有？你不会这样恶心？
疙瘩。他谁？我会不小心踩到他，他会跑掉，不会踩在他了。踩客要分他的尾巴跟他的头，像这个都是头，尖的是头，这边尾巴它会比较偏大一点，对准它，不要太小力了，你们怕不要怕它痛哈，敲两下，它你看到它水出来了，它就可以了。哦，厉害，有壳的地方稍微把它弄掉哈。哎呦 ，Kiki 已经开始动手了。我是不是把它敲烂了？对，把它敲烂。叫你说要分头，要分头尾。不是，你一直头一直敲，它就烂掉了。孟教练，这个敲完可以直接吃吗？可以直接吃。可以直接吃哦。好，试吃看看。敲这个了，这是太平了。你要敲这一颗，你的。妈，一堆血。哦。这个很漂亮哦。看着那么肥，你看，看来我适合当海女。对，它这样是不是烂烂的？不会的，不会，这样就好。你没有敲破的，这样还是可以的。敲这个其实不容易。而且要把是啊，你们拎在这边呢。哎，你好厉害啦！我可以当海女。太碎了，就吃到很多碎壳，还蛮新鲜的。它其实有几，真的很好吃，不骗你。好吃哎，我要多吃几颗，回去就哇。这家伙把这边当草莓园，直接采生颗起来吃，而且不是啊，因为我都没有采到整颗的，那我这个是什么啦？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采鹅啊，整颗的鹅啊，吃完就算了，杯子里放的是海菜。是要来采石花菜对不对？哦，直接这样子哦，就是这个颜色。那绿色的这个是？紫笋，可以用炸的。哦，炸的。哦，刚刚 Kiki 采了一堆这个。好，那你们下去拔了。好，加油！这是什么？这是白化的石群。被太阳晒过就变成那好吧。应该是要用炸的才能吃。丢回去。我找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。孟教仪，这个是海胆吗？哪里？我是灰熊头啦。灰熊头，这个不是海胆啦，这不是，没有在吃的。还没人在吃。后面很激动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这个要煮了。弟弟，你饿了吗？快。破掉了。可是它里面的肉跟海胆很像，对，一样啊，那么肥啊，你看，对啊，那么肥的。其实这肉跟海胆蛮像的，是一样的，也是可以吃。我们这边的人也有去挖去吃，可是这没有在卖的了。有海胆味。有哎，海胆味，有海胆味，而且它没有腥臭味，非常的好吃，还有一点甜甜的感觉。来，快点，我找到一个宝物，你们要不要吃海胆？可以现场吃，我刚刚吃了一口，非常的好吃。等一下，那它是海味的那种比较重的海胆哦，没有在卖了，好鲜哦，软软的鱼软的那种。对，它的那个是海胆的味道，鱼软的口感比较重。你在干嘛？别用工具好，想办法站直。好的，感谢凤娇姨刚刚带我们体验了下海的生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女孩的成果，刚到底有没有认真上课？鲍鱼啊，鲍鱼，而且都鲍鱼，活都会吸的，好像很厉害。石花菜嘛，这样子，还有鹅啊，有，可以的，你快去学会了。哦呦，优秀呢，阿姨有夸奖呢，赞啊！你的战利品展现一下好吗？小鲍鱼。哦，你有采到鲍鱼？我们刚刚说要采鹅啊，然后你采什么回来？你是来抓纪念品的吗？还有一个那个大螺。大螺。好了，这个不重要。牡蛎汤。都被我挖海了。这个好多。小螺。感觉它的成果都还不错哎。好，来，杯子给你们来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海洋。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搜寻三样跟海有关的东西，获胜的那个人可以得到海鲜大餐，输的呢有惩罚。
猜拳决定先后顺序了。剪刀石头布。哇，第一个杨一涵赢的出发，赢的第一个出发。布，哎，我最后一名。三二一 ，Go 出发，快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哎呀，后面两位要赶快想好你们等一下的那个战略。没有，完全你要想好等一下战略，完全没有想法。好快哦！太好了，先藏起来，先藏起来。三二一 ，Go！ 快快快！他完全就是不急不徐，他好像就是很愿意接受惩罚的那一个。海鲜大餐可能刚吃过。哦，对，他刚刚吃过，我很新鲜吃了。他在玩呢，等他找到山羊，太阳都下山了。这个海螺，蛇姬是不是一样的吧？是吧？是吧？大海螺跟蛇姬的东西，海里的石头。这个导演，这个不一样，开心哎！海草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海里的鲍鱼吗？类似鲍鱼，蛇姬的哦，还海螺啊，你还多了一样，还不错哦啊，多的这个你可以带回家吃，可以了。我们也许可以现场生吃哦。来，一样挑出来哦。哎呀，不要啦，这个不要，不要吃，等一下肠胃炎。好，有幸跟我拉鸡。我们还在录影。我们来检查一下内内带来什么样的东西。这个有通过哈，海草。然后，这是什么呢？海蟑螂。海蟑螂。我抓不到，海蟑螂，抓不到，这样 OK 吧，导演？太勇敢了。然后最后一个是巨鸡蟹，它是活的，还在动哎。好，接下来成绩要公布了，来公布成绩哦。最逊的呢，当然就是1分30秒的 Kiki， 第三名，第二名跟第一名伯仲之间，内内16秒，哇，洋洋15秒。所以你刚刚抓了海蟑螂时间多了一点点，没错，太快了，没关系。那今天我们的优胜者就是洋洋，恭喜洋洋。那我们的 Kiki 要接受什么样的处罚呢？两个都要。我想说，二位了，时间差那么多，可以逃过。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惩罚？这太恶劣了吧？这是什么？这超地狱的耶！好，我现在等一下，这心理建设好大哦，好健康啊！而且为什么连脚趾头都有啦？这跟健康没有关系。带谁发明乐高跟吉姆做的？谁呢？还太厉害 ！Kiki， 为什么你没有感觉？我很痛，只是没有讲出来。这真的能走到餐厅吗？哦，拜托，不要在家里买种积木的玩具乱丢。我觉得我真的不行。可以吗？你还好吗？好了，你们为什么走那么快？恭喜我们的获胜者杨，来享用一下。大家都好想吃。鲜甜感，好鲜的！你还要再吃一口吗？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每个都要。好香，很鲜。不会臭，因为我不敢吃蚵仔，可是它这个没有什么味道。对，这比刚刚的有嚼劲，有嚼劲，但是味道是一样鲜甜。